Hello，大家下午好，要开始做直播哈。OK， 跟你们交代一下，等你们上线一下先，等哈，等大家上线一下。OK， 上到线了吧？声音画面都清楚了吧？下午好，吃饭时间现在是应该大家都吃饱了。我大概可以做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的直播，然后过后呢我就要出去了。现在呢告诉你们哈，我已经来到了新加坡，大概两年多我没有来这个新加坡我们的这个分行哈。那时候我们开新加坡这个分行，我们还来不及开张，我们只是 soft opening， 那过后呢就整个 lockdown 了。 OK， 不过还好我们来得及开哈，然后就因为比较方便到新加坡的粉丝还有顾客，那我们开了过后到现在，你看 lockdown 关哈封国到现在哈两年多了，那终于哈我又来到了新加坡，然后终于哈我在新加坡，你看我坐上了我自己的一个位置啊，超怀念的。OK， 等你们上线一下。Hello， 新加坡朋友有没有？新加坡的朋友你们好。真的，这来到我们就觉得啊，新加坡的空气为什么感觉像跟马来西亚的有点不一样哈、啊、？OK， 然后刚才呢，你们过来新加坡要选时间哦，因为早上我这样过来哈，我是在选，我们是11点左右哈的时间，过这个海关，过 custom 的，然后是完全通上无阻，完全没有塞车的，非常顺畅，所以这个时间是很好的。然后我们会在新加坡，我们会住两个晚上，而且我礼拜天晚上才回，所以我都会一直待在新加坡。那今天晚上呢，还在想着我们要去哪里走走。那你们有什么好建议呢？在新加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、可以走的哈？给我一点建议。然后，我们很怀念新加坡的一些小吃，很多东西吃诶。新加坡还有什么好介绍呢？我们现在吃的午餐就是餐晚餐。我们也是在想，晚上新加坡我们去哪里吃？新加坡应该很多地方很多东西好吃。OK， Hello， 新加坡的朋友你们好。很高兴我又再次来到这里。当我们来到这边哈，我们就是除了有做优惠，然后最主要呢，就是因为我拿到我的这个 auto bus， 我可以过来，然后我先来看一下。那我会在择日选一个好的日子，在新加坡门市这里做一个比较 grand 的 opening。OK， 我们再安排过时间哈。那我来到这边的时候呢，让我，有一点惊讶到哈。你们知道吗？你看我这么久没有来哈，我们新加坡的office， 因为我们很多顾客是新加坡人，那他们当然就是封国嘛，也不可以过来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他们就在我们的官网下单，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台下单买一些物品。因为你在直播台或官网下单，你买的你是用马币来购买哦，所以当然是比较值得啦。OK， 你用马币来购买，然后呢，你不需要给任何的运费，你也不需要给任何的税收，没有什么 SST 什么之类都不用给哈，就是这个 convert rate 也不用，你就是直接哈用马币来购买，然后你可以在我们新加坡的门市这一边取货，所以很多人就为了方便，然后也是很好，因为你看我们给到这样好的一个，就是刚好我们新加坡有这个取货分行，还有这个门市的。这个小三，你进来我们门市，你是要用新币。可是如果你在我们的直播台下单，或者是你在官网的话，你就划算很多。所以自然就很多人这样子下单。然后买了东西过后呢，你知道什么情况吗？买了东西过后，我们东西当然就运过来这里，所有的那个 desk 我付到完啊，所以你们不用付，超好的 ，OK。然后发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很喜欢买东西，买东西是真的很喜欢买，就买很多东西，我们推什么你们就买什么。然后到最后呢，就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没有来取货。这个问题让我今天来到这里，让我看来实在是很头痛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会买东西，可是要会取货啊。所以助理有通知你们来取货的时候，你们要取货，不要不取货。你知道现在我自己的办公室哈，你现在看到我这个位置是很整齐、很漂亮哈。OK， 可以对吗？等一下我给你看其他的画面就、差不多晕倒了哈，因为我这个办公室原本是很美的，有沙发、有冰箱，
然后有一个好像 waiting area 这样子一个很舒服的 corner， 有时候我可以坐在那边休息一下哈。现在呢已经不像样了哈，我把镜头给你们看一下哈。那我整个办公室，因为风水很重要啊，我们的位置 ，OK， 就算我不在，也不可以乱七八糟啊。可是因为我们太多顾客，就是买了东西哈不来取货，然后所有的货呢已经堆积在我的办公室里，你看你们自己看。这些呢是顾客的货，你看超多的，全部已经堆积在这里，我的沙发已经没有地方放了，之前更多。所以呢，新加坡的朋友，你们有下单买过的这些图画也是，全部都是顾客的，不止这里哦，再给你看一下哈，我这边都是。所以你们买东西很会买，我们有很多优惠，你们都觉得哦都可以买的，买了一大堆，还有呢，这边都是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全部呢都累积在我的办公室里面，我的房间里面，所以堆积太多你们的东西了，太多了。我把镜头切换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哈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很支持我，很喜欢帮我买东西。可是买了过后呢，你们一定要来取货，不然的话弄到我的风水不好，因为我房间太多你们的东西了。OK， 这是我的位置哈。本来干干净净的，现在已经是不懂得怎么讲了。OK， 然后我们新加坡的那些贵人鞋，还有就是我们的万字，还有那个是车吊饰佛的，全部东西已经有货了。你们有下单有购货购买的话，你们一定要过来取货。OK， 最主要现在提醒大家取货取货。OK， 我把镜头切换一下给你们看。OK， 看到吗？全部都是有顾客的名字和编号。所以呢，助理们有通知你们来取货，你们就要来取货。没有写上日期哈，有写上日期的话，我就会知道是几时。你看，全部是助顾客们的东西呀、啊，所以这些图画都是你们的，要过来取哦，放太久了，再放下去哈，我要拿去雷龙了哈。OK， 有没有看到你们自己的名字？OK， 所以全部都是顾客的，我们全部有放编号，所以你们记得来取货，太多太多你们的货了。你看弄到我整个办公室哈，这是我的位置，本来是很干净很漂亮的，现在我也不用看了。然后看到吗？这些都是你们的货物，然后没有来取的。 OK， 这些都是你们的货哦，全部要记得来取。 OK， 还有我告诉你，还有本来这个厨师给我放很多，我放很多书本的然后我过来这里的时候，我想要看书一些研究一些东西然后放一些我自己的水晶的样品的，全部都要收去厨里面了，全部放你们的东西了。 OK，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顾客的东西哈，全部有你们的取货编号，有取货编号你们记得一定要过来取货。 OK， 包括这些全部都是，甚至还有灯笼，有些过年的灯笼到现在还没有来取货。 OK，然后这是旺炉， OK， 也是有名字的，全部都是你们的。 OK， 这边也是顾客的，对吗？所以全部都有你们的编号哈，所以拜托你们哈，这边还有吗？这边没有东西了。所以要讲的是就是你们自己看哈，搞到我自己的办公室像什么呢？风水会好吗？已经像破产了哈。 OK， 很够力啊，差不多。我看我后面的这些厨哈，我摆设东西要给你们放你们的货了哈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其实我们还里面还有一个 store， store 里面其实还有货的，我们有很多很多你们的货。OK， 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呢，就是有下单、有购物、有购买东西，助理有提醒你们过来取货，你们一定要来取货，把我这边全部清掉。OK， 这样子的话，我回来这里做才会有一种舒服感。所以不要让我回来这里做这么变成破产这样子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已经在我新加坡的分坛这边。我们新加坡的分坛是在加兰伯萨301加兰伯萨，我们这里来到交通很方便，然后我们是在楼下 ground floor，
然后我们是三间店面打通的。OK， 给你们看一下外面哈。现在我们是从我的办公室走出去的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从办公室走出去，外面是，哎 ，Hello， 我在这里，是 Hello， 然后哎，你要拍照？可以，嗯，可以的。哎，你好，很荣幸看到你。哎 ，Hello， 要可以握手啊？可以握手吗？不可以握手哈 ，Esther。是吗？啊，因为老师难得要来这边，你跟他握手哈，不可以啊。来 ，OK， cheese， one， two， three， 哇，很好。OK， 我是新来的，不可以画手，这样紧了，跳进来，现在可以啦，要帮你吗？嗯，帮我拿。OK， 哎，老师，哎，你要自拍吗？我不会自拍。OK。OK。OK， 好了，谢谢老师。可以 ，OK。来，我继续跟他们讲一些东西哈。OK，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加坡的门市了。如果你们是新加坡的朋友哈，你们可以过来我们的门市。今天我们这里其实也有很多，就是我们在 JB 有的东西，我们新加坡都会有。其实我们是同步的，很多东西都是同步进行的。OK， 然后我们这里呢是非常方便。我们看到的是，其实就是在大陆哈，这一条大陆呢叫加拉伯萨。所以过来我们这里，如果你是驾车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。这边是可以停车，很方便。当初我找店面的时候，因为我很重视，就是因为我很讨厌发生的问题，还有就是交通一定要方便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地点，就是你们坐地铁来也方便，搭巴士来也方便，然后呢，你们驾车来其实也很方便的，因为前面这里就可以停下来了。然后呢，在这一边哈，我们是开到晚上。今天我们开到今天哈，今天会开迟吗？会开到晚上十点，我们会开到晚上十点哦。你看我们 JB 的助理也过来了 ，OK。然后呢，我告诉你，不止我的房间乱，他们的房间全部也是顾客的取货的东西哈，看到吗？顾客的名字，全部都是顾客的。全部都是顾客的，就是里面全部都是哈，所以就是你们已经付费了，然后想要来取货，一定要记得来取货哈，全部哈，我把镜头返回来给你们看，真的很够力哈 ，OK， 所以呢，这些就是顾客全部已经是付款了，然后还没来取货，我们不敢放盒子，我们先这样放。等到你们来取货的时候，我们才放清盒子。如果每个都放盒子的话，我这里已经是堆积如山的东西了。OK， 所以这些都是顾客的东西，所以你们订单了、还钱了，请过来取货一下。OK， 这边，好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名字。你配搭一下哈，你配搭一下。不会啦，可以。很方便了，你们可以过来试试的。OK， 然后我们今天、明天，这两天呢，我们都会开到晚上十点，就是因为刚好我们方便你们。然后你们来看各式各样的风水东西，我们有卖很多水晶的东西，因为水晶对我来说，我比较推这些水晶东西，因为觉得很棒、很好。然后各式各样的。甚至呢，这些呢，我放在 JB 的话，可能没有这样多。在新加坡这里呢，我放了更多的货，所以你们可以过来这里看。然后这两天我都有在，你们可以跟，你们可以拿到很大的优惠，很多优惠给你们就是了。刚才我给他的 ，OK。刚才我扣了。放什么样的水晶呢？其实呢，刚刚我们也有一个水晶能量场在这一边，但是水晶能量场我今天来到发现到，它有一点墙壁有一点问题的，可能是楼上漏水的问题，所以我们暂时关闭一下我们的水晶能量场。OK， 等我们的墙壁修复好了才让你们进来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但是呢，因为我看到一些墙壁上的问题哈，所以我暂时关闭一下。那你开灯 ，OK， 地上的灯。开了吗？OK，
所以它有一点点这样子的 defect， 所以我们做好了先才开放给大家。OK， 这是我们的许静能量场哈。好的，那我就下线了，然后我们要去准备了。OK， 好，拜拜。